您是第一发发发，十全伪装进团员，现在开始。门的事。主持人全方位艺人孙协志，性感天后白嘉琪，欢迎戏剧小天后王彤，综艺一哥阿翔，华丽天后陈美凤，综艺主持天王胡瓜，新同学协志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太开心了，这是第一次在除夕的一开始就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啊，看到大阵仗，超级开心的。那当然，这也在这个陪观众一起围炉过年啊，希望今天都开开心心的赚大钱。一定要的，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协志，谢谢。除夕呢，民事艺人大家共聚一堂，真的就像协志说了，大家都热热闹闹，非常的开心。所以大家先来跟观众们拜个年，好，祝福大家虎年大吉大利，大显身手，虎气冲天。比如就大家好事办事好，身体健康，勇敢的好。祝福各位观众虎年好运万事足，财运滚滚来，大家拢大发财！祝福各位观众新年鸿运当头，福星高照，好运旺旺旺！民视全体齐聚一堂，特别准备了一首歌曲，代表我们民视制作的用心跟诚意，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。还是新年。民视除夕夜看民视，精彩节目在这里，真用心真努力，喜欢喜剧和综艺，播新闻报财经，天下事全都知，都在历史新闻网，让我们在一起用心做好防疫，守护着你和我，对抗那病毒侵袭，拼奥运台湾队，台湾体坛国家级，看不收收本领，多拍得奖得意。
少都可以做节目，超实力，天王天后最有心，创新意，尽处理，民视终于的这一。新年齐相聚，全家都笑哈哈，抛开那烦恼忧虑，在此时，在此刻，这里有我也有你，除夕夜不孤单，你是全体陪着你。你们荣耀除了全体同仁同心协力之外，最重要的感谢我们民视的大家长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明玉女士。王董事长好，董事长好，我是民视的董事长王明玉，真欢喜每年在这个围炉的时阵有机会跟大家讲几句话。过去的两年，全世界拢经过 COVID-19 的考验，感谢大家发挥团队的精神，让台湾走出疫情。希望咱大家会当珍惜、疼惜咱的台湾。而且特别特别感谢全国的观众的肯定和支持，让民视无论是伫戏剧、综艺、新闻、网络，甚至是业务，拢有得到真好的成绩。今晚我们一样为大家精心制作除夕的特别节目，请大家一起来观赏连续6小时的民视第一。我谨代表民视的董事会、全体同仁及艺人，祝大家新年恭喜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幸福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谢谢董事长，谢谢董事长王明玉女士，谢谢，谢谢。献上最热诚的祝福啊！哎呀，接下来要考各位一个问题啦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个全世界、全宇宙啊，最有钱的人是谁？全宇宙首富啊，最有钱的，比尔盖茨吗？比尔盖茨，比尔盖茨哦，有钱人，我们要想象空间。全世界、全宇宙最有钱的应该是财神爷。财神爷，谁会比财神爷有钱啊？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这没得比，这没得比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是带来一个财神爷啊，我们带来五路财神。哇，哎呦，狮子，哇，各位，好可爱哦。哎，没错没错，哎，摸狮子，摸狮子会带来好运哦。我招哦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发红包了，发红包了，啊，好喜气哇！好多财神爷，大财神啊！哎，真的，哎，不仅是财神，大财神，小财神啊，不仅有红包，还有元宝哎。财神爷好哇！啊，财神爷，恭喜发财！还有来发红包了，平常见一个财神就很难了，今天见出五个财神啊，不得了！哎呀，谢谢财神爷！哎呦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！满财宝，哎，谢谢财神爷，今年要发了，要发了！五运亨通，万象兴啊！岁岁岁岁岁！苗青虎啸，大地春。哎，狮子也有，狮子也有，连狮子都懂了。岁月如梭，哎呀，妈呀！谢谢财神爷，谢谢财神爷，谢谢。哇呀，今年一定发了嘛！别火了，别火了。今天这个率领五路财神大财神到底是何方巨星啊？对啊，请揭下面具啊！哇，来请。原来是我们总经理，总经理。总经理是是是，我这个面具拿下来跟没有拿是一模一样。总经理就是一脸财神爷的福气，笑脸迎人啊。那其他四位财神到底哪四位呢？第一位，王中海呀，中一发财，中一发财，这款的文财神啊。来，第二位，来，请拿。哎呦，哎呀，中华，中一发财了，好记啊。请揭晓。恭喜发财哈！大家身体健康。我就我，哎呦，丁哥，
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哎，恭喜发财，祝五路财神献给大家。是，最后请总经理呢代表大财神呢给他祝福一下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在这里祝福大家啊，虎年行大运，新春发大财，阖家平安吉祥。谢谢各位，谢谢总经理，谢谢我们的大财神啊。大财神今天祝福之外，还有带来两只的吉祥诗啊，要献上祝福的话，是你，哎，哎呦来了，哎，哦，虎耀奔腾迎丰年，是啊，新春旺福鸿运开，耶，新年快乐，哎，恭喜恭喜，是是，谢谢大财神，谢谢总经理，谢谢总经理。接下来继续欣赏我们名师精心为你安排的名师第一发发发，睡呀，恭喜发财哦，谢谢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给我。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里像花朵属于你的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做的不是为了他。微笑放肆的情调，可以让我能过得更好，没大没小把悲伤放掉，这样的世界会很热闹。没大没小有一点撒娇，看看我到底重不重要，没大没小我只是想要在你的心里当个主角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有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，春风不见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，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，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
成音符，倾诉遥远的祝福。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年代的歌曲，而且复古歌曲，那时候做秀的时候，每一首都是我们常会唱的。风华节复古歌，复古歌，对对对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会把一首新歌放在里面？我就觉得奇怪。没有新歌、啊，以前是经典的，没有新歌，没有新歌，没大没小就是新歌。没大没小很老，好对、啊，超老的哎，那一首歌很老哎、那个。其他是四五十年的，你查过了，查过了，25年了，已经25年了。你查我的歌干嘛？我就知道你会不服气。你其他演员怎么接？黄金岁月。对，这个就是描述当年的秀才。这位大哥，我看他躺在这个病床上在插管，哎呦，有在看哦，王灿在那边关，真的有看呢，有看呢，眼泪还要流。那走出去之后还躲到墙角在看，王灿把我笑死了。大哥很认真看，人家演哭戏，你在那边笑，对啊，怎么会？人家很感动的，纠结嘛，是他想陷害他，可是他又不忍，怕他爸爸醒来。我有看吧？对，就是有，很认真。戏也是不得了的，真的。啊，我们是翁来神头啦！我现在走到哪里，大家都叫我神头呢。对啊，翁来，翁来，叫啥？翁来，伊翁来啊！啊，我神头啦！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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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起来呀！啊，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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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起来！啊，飞起来，跳起来！啊，老姐，哎呦，介绍一下，那你们是干部啊？来来来，我去走，秀下来嘞！你们来讲一下，你们是情侣关系？对，我们在里面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对，我是游览车公司的，不，一起顺风游览车。跟秀场没关系啊，我你没关系，秀场我载，我载人可以去看秀，在游览车去看完世界，坐三天的秀，关系啦，所以嘛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有连结的，有，够单半年，好了，来一起来一起来，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子孙世世拢好好，一生吃穿免烦恼。还上我们节目呢，对对，王文兴戏演的好，歌又唱得好，是是是是。哎，这里印象我最深应该是楚轩呐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楚轩有一天看他演戏，哦，好感动。后来不是传到我们群组吗？我问他是谁，我怎么那么熟？瓜哥传到群组，传了楚轩的照片，然后问他是谁。然后东东回我楚轩，我说哦，怎么这么会演戏？对，真的戏演真好。是名士的大戏，多停留了20分钟看。谢谢瓜哥，谢谢。看这么久，还有你们全家都来赚钱？没有没有没有全家，对，我姐姐，那是你姐夫，不是我姐夫的弟弟，对，是我小叔。所以你的太太是白雅琪？不是啦，这位帅哥演戏也演得非常好。谢谢哥，对，是真好，演一对，对，这个演一对，对，好幸福哦。戏里面常常打我，他就是我有点被带。你脸长得像被打，对，还不像被打的吗？打他刚好，对，打他刚好，很适合。瓜哥觉得羡慕啊，他刚刚在合唱的《明天会更好》的时候，他真的是超认真的，认真的唱，认真的，对，表情超认真。对，瓜哥，你认识他吗？啊，没有，哎，他那个是，我知道，你真的吗？他爸爸是我们的前辈啊。啊，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璐瑶。对，哎，璐瑶，璐瑶。还有黄西田大哥。黄西田嘛。对。还有我们浩生哥。浩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一起来拜年，谢谢。就大家新年好，你们百花含叶，年年顺，一家大小平安如意，龙顺顺顺。谢谢。
在这里面，现在你看，我们一起除夕了几年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对，眼看就已经32岁了，对。啊？什么？32年了。哦，32岁。对对对，还有我们的明真，哎呦，明真姐第一次参加，第一次来，欢迎啊，欢迎。啊，对，拍呢，拍了。哦，这个戏也红得很快，就是。冰家琪也是。对。还有又南杰。还有南杰哦，在。好美哦。游戏节目啦，有表现很好啊，对，还蛮开心的。每一年没有听到他这样笑，很不舒服。中恒哥一定要笑一下。是。哎呦，高星星，还有星星姐，身材超好的，是，超美的。是，这几位的也是我们这个八点档非常主要的演员，主力节目是用大家拜节，拜家太棒了。好年好事好运气，平安快乐，万事如意。
鞋子可能不知道，你我在那边几年了，他一次表演比一次精彩。对呀，只有美凤姐可以超越美凤姐，有别于以往的女神风范，哇，帅气的猫女都来了。厉害啊！你为什么用猫女来呈现？嗯，虎嘛，虎就是对哈，猫虎同科的，对，而且呢，我从小都被叫欧喵，对，大家都记得。你唔在话感动，伊讲龙样我嘛滴。哦，啊，他在跳舞的时候你在，因为制作单位发我，就是从下午两点嘛，是，结果我来待到六点才录到我。啊，底累啊。那已经没有没有，你听我讲，已经早上录了。哦，再去背点都来了，哎呦，伪装啊，去掉伪装啊。对，我来你是快掉钢丝掉一下嘛。哎呦，从 ending 要录几个小时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压力，因为我们是早上排早上，但我五点就要起床，七点。嗯嗯嗯嗯。后面呢就是瓜哥的那个压力超大，我们如果 delay 的话，瓜哥在后面根本就唱不起来，生气吗？哎呀，压力能够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制作单位把我安排在他后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亲眼看他十几个钟头，后来我也录十几个钟头，你也录这么久啊？因为美凤姐都掉在那边了，就都要很敬业。但讲真的，看到美凤姐这样子表演哦，以她的这个辈分，然后又掉在这半空中，辈分高要掉更高。哦，所以你也算是原来是这个逻辑，到哪里去？他辈分也很高，哇，那这个是很多条了吗？没有没有。就是说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表演啊，不是一个人努力，是大家对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摄影师也好，我们的团队工作人员也好，幕后工作人员都是团队都很用心啊，献出最棒的精彩节目给观众朋友啦。是，还有我们这些小猫女啊，哇，每次都很优秀，来我是胡家爱，喵喵喵！不是那么主动，我们有猫有几种表情。哦，对，你想要看猫怎么样的表演？猫怎样？猫洗澡。哦哦，等一下，你那个是人洗澡，猫是这样洗澡的吗？对，猫的，可见家里面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对对，这样就对了嘛。对，猫撒娇。来来，瓜哥，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。啊，你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一只是国外来的猫。对，对不起，三位是。一和，大家介绍一下，林一和，她是那个林一方大哥的女儿。哦，有哎。还有第四位是苗真，我是苗真。那下面一位是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玉轩。吴玉轩啊，玉轩好。我演一个猫被踩到尾巴。哇，这个不是，他是演马的。好了，那个张家伟，家伟，猫的猫的报恩。哎呦，哇，猫的报恩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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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厉害。哇，这个厉害，张家伟。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请问一下。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要这样来报恩？对，不是啊，因为他这个反应很，你在指令给他，他什么都做。你 Q 没有？在 Q 别的，在 Q 别的也是这样啊，就是他觉得你是他主人，他会在旁边，他会。还有，我们还有严安啊。对，严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严安。大家好，我陈严安。是，你要演猫的黄金岁月。这个好难啊，太难了啦！试一个看看。哎呦，猫的黄金岁月。哇哦！哎，他拜了天，感觉也在报恩呢。猫那里赶他赶去啊！谢谢你们辛苦，谢谢。真的可看性非常高啊！真的，我想平常都在八点档看到这几位艺人，难得在过年特别节目可以看另外不同的他们。接下来第三位，还有一大，我们还有。对啊，帅哥，你没有看到绿色头发的，帅气中间跳出来很有杀气的那个，一直动胸部的那个，在我，不要这样嘛，努力，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你整场就你真的最帅，没有，我今年真的太幸运了，哎，瓜哥，你再用一次，你刚刚学他，你刚刚怎么弄啊？他胸正吗？对，正一下，正一下。来，不是瓜哥，没有，是胸正，不是肚子正。瓜哥，他是咚咚，你是扑通扑通。一二，哦，有，比较像了。哦哦哦哦，
你弄一下光哥，换你，换你吸一下光哥。一二三，对对对，是来耍帅的，来闹的。来闹你妈，自己耍帅。因为我今年就很幸运嘛，跟妈妈一起跳舞，所以就想怎么样可以。与猫女，我们要同一个系列，都是蝙蝠侠啊 ，Joker 跟猫女一起来搭档。这个造型啊，塔兔啦，所有什么都是他自己想办法。瘦了一下啊，可以吗？来一下，来一次，上身，上身，上身。帅了，谢谢光哥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光哥，但还有还有，我有一些兄弟，对，他带了很多，有一个闹兄弟的，有一些小公猫，要有要跳舞的，没有他们哪有我们这一段，对，那段表演还有很多，快给机会我们的小鲜肉们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于正宏，好，那第二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向伯涛，好的，第三位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燕婷。第四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博威。许博威，于佑乐，于佑乐，好好。第六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正勋。吴正勋，第七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大雄。王大，第八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胡康兴。好，查理，快给年嘛，好，谢谢啦，那都准备好了啊。好，好，祝福全国观众，新年新气象，虎年发，好运发，诸事发。继续收看《明视第一》，发发发！谢谢。
这份热闹有余，精彩无阻啊！刚刚你讲夏威夷是对海滩，怎么会怎么会演一个孙悟空在冲呀？对啊，对，哪里有孙悟空？穿的像是你就是孙悟空啊！尤其他穿那个背心是金色加黑色的，我就觉得。真的还蛮像古装的孙悟空，应该是孙悟空大闹夏威夷，不是啦，它其实是一种海贼王像啊，海盗船长的概念。对，刚才那种表演是非常适合拍成电影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像那个神力女超人，那亚马逊女儿岛，全部都是女人嘛，女神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女儿国一样。对对对，我先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你要看什么？看一下女儿国，看女主角。哎呦呦呦呦！这个题材来拍电影多好，对，多好看。鞋子一讲，让我想到，哎，我最近想圆导演梦。哦，导演梦，光哥想要导。导演梦，不如我们的美人鱼之岛。啊！现场来一段，是不是？所以瓜哥要当导演，我是导演呢，是导演。第一男主角是他，第二男主角是你，是吗？你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讲剧情。剧情是什么？剧情如果没有兴趣，你就不要拍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导演，你说说看。我想这个剧情一开始是从船长林吗？你是一岛之主，对，一岛之主，你是负责传宗接代，这些都是你的啊。传宗接代是这样，这样有兴趣吗？谢谢瓜哥，谢谢瓜哥，谢谢瓜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对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岛主啊，两年来啊，这个疫情的关系啊，对，都没有去抢，对，所以呢，经济拮据。因为疫情期间哈，海上都没有游轮，我们抢不到东西吃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有好不容易遇到一艘哦，我本来要登船，他还叫我扫 QR code， 我想算了算了，太麻烦了嘛。镜头从你脸上一拉开，岛主，你就跟大家说再见。不是你，是我不是第二男主角吗？不是，第一个镜头我就再见。他就是他要去抢啊，我就去抢。现在疫情稳定了嘛？对，听说有几艘游轮要啊，是，所以我就跟我的这些啊伙伴们说再见。你是杀青了？杀青，杀青。这么快才抢戏啊？好好好，这么重点，第二男主角，第二男主角，这些女生怎么办呢？对，独守空闺啊。突然碰到暴风雨了，哎，是，我们那你呢？冲到岛上，哎，这些呢，哇，这郭亚堂呢，在海滩，哎呦，突然看到一个男生，哎呦，呼叫姐妹，天哪，通通冲上来，通通冲上来，有这啊，看到帅哥啊，是，哇，通通想要哦，扒衣服的扒衣服，光这个时候呢，突然发现，对，你是撞到礁石，啊，下半身瘫痪。但是合理啊，因为船难，船难，对，他的旁边，他的旁边哪里？他旁边的有一个他的奴隶啊，奴隶，因为他船长嘛，对，旁边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奴隶，是奴隶，他帮他拖到岸上，因为上半身没事，很壮，拖过来之后呢，女生看到哎，还有个完整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所以奴隶是谁？那个导演，那奴隶是谁？是哪一个？我演的，你不是导演吗？哎，你看都好的好啊，差不多。不是，这剧情是不是很好？导演，不是你还是要平均分配，我们还有很多男生。对啊，男生哥，三哥不止纯，红毛对什么？潘柏希呀。女生这样知道角色的嘛？男生来向前上前。哦，对嘛对嘛，男生导演要分配了，大家往前站，来赶快。男生，男生什么角色机会？海岛上还是很多生物啊。对，生物。对，你演巨机械知道吗？巨机械。你演棕榈树，对的，他哥演棕榈树，你演海豚哈，不止就是海豚。好了，我觉得今朝我都要讲，可以了，都好点好。起立给我干小，可以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呈现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嘉年华风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很棒。可是这个剧本是不是很棒？还在想，你整个想到，整个想要笑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要来拜年了，对啊，在这边也祝你拜年，谁拜？唱歌啦，他们要拜年，他们要拜年，对，嘉年华，我你这我这边要拜年，让我们祝福全国观众，虎年好运照，新年宏图大展，一路发。接下来这一段破，我也是排了10个小时，压轴，对，终于来了，对，我们叫做国民英雄，精彩的表演，来。
起立。李斌。单元呐、啊，当初呢，这个制作人是半年前拿那影片说他想要这样做，哇！我说你是开玩笑吧？我们几岁还这样掉？对呀、啊，真是开玩笑。他说每凤姐都可以，你怎么可以？我想你也对了啊，这样就豁出去了。不是，你先比我资深，是真的很好看哎，这个表演，但是专业，打得好棒。困难在打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刚好有一组是洪家班的啊。你说拍电影的，你说洪家啊？因为我去拳馆那时候不是为了奥运选手啊，是是是，去找那个拳击师嘛，他刚好在拍，我觉得这个人拍得很厉害，一问之下是洪家班的，哎呦，那就因为疫情关系就在台湾隔离，刚好拍完那个激怒李维的第四骇客任务，就回台湾隔离了，真的，那想说那我们过年希望你们来帮我们拍，他说人生要有梦啊，他合作过大牌很多，就是唯独没合作过我，啊，所以我是让他圆梦，所以瓜哥的等级就是跟甄子丹、基努李维真的他们是同等级，啊，是是是，你是让他圆梦，还这一段你在做梦？不是，你这样讲，我们都拍完了，对，拍的很好，是真的拍的好，没有错，拍的耶，他的镜头用的非常好，而且就是很逼真，而且瓜哥穿那个黑色特战队衣服。超帅，超帅，很适合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看起来特别瘦。哦，谢谢。为了我们不能让公器私用，这段都一直在捧我一个人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对，对不对？是你开始自己先讲的。表演当然瓜哥表演很精彩，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有看到很多陆海空，对啊，还有特种，我跟你讲，多辛苦，大家都好想当兵，哇，尤其是那空军，哎呦，你看看哇，这些女士排开，哇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海军军官都笑容，大家抢着报名，真的，他们一字排开太好看了，都想要来报名。适合拍那个形象海报，对，那你后面那一字排开多跳得多好，真的，尤其那空军第一个，哇，帅，特勤部队嘛，这样，不是，是啦，橘色衣服，然后在那第一个，对对对。来来，空军往前，往前，哎呀，有，因为有你老公在嘛，对，佳琪的老公实在不能这样说，有，因为除了特勤部队跟你有浴血奋战之外，我们也有，我们这支舞本来没有头盔的啊，因为瓜哥甩那个剑，一剑噗噗噗一个喷出来之后，他会体恤我们。我还跟制作单位说可不可以戴眼镜，他说那这样大家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这一段呢，颜值由你们扛住，要不然前面那个很像成龙的哈，就你硬要这个颜值啊，大家互相帮忙，怎么演也比孙悟空好吧？你在讲什么？来来，自我介绍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毅，我是天武阳，我是罗子维，我是王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东彦，我是郭宗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温少怀。这是空军呐，是海军呐，对，海陆空还有我们特勤。啊！谢谢大家，辛苦，哇哇哇哇！这个龙中豪，真的专业打手啊！那个翻来翻去，学过武术的，对呀，他踢还会分三段，砰砰砰，好帅哦！谢，他本来搞喜剧的嘛，这样对，没错，很厉害，谢谢华哥，谢谢许德伟，哦，身材有够好，他因为呢那天涂嘛。对，我刚刚看到涂名绿色的嘛，怎么今天穿起来？对啊，肌肉线条超。不是，因为那天他涂哦，已经从中午来就涂了，那晚上10点多，你知道涂这个很辛苦，他平常呢怕流汗，怕磨到，所以他们套一个塑胶套。哦，西装套的塑胶套，对，这垃圾袋。哎呀，垃圾袋套着。他怕不敢乱动，辛苦。因为我们武打一个个拍嘛，武打一个个拍，轮到他们的时候已经7、8个钟头了，所以一直补，其实很像魔鬼生化人。对，其实很帅，身材超好，身材有帅呀，对。那这个打的这厉害，对，平常在大企鹅只会耍宝这个车，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，这极限武术的啊，各位，哇，厉害啊！这是林崇轩，哎，哇，恭喜他最近结婚了，是，恭喜恭喜。幸福，哎，绑一下，是吗？你那也是图对不对？对，我那也有图，是你拿棒球棍打我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特别要求，凶手，他第一根打错，打到头上去，整个歪掉，不是这样，是有打了3根呐，他是公报私仇了，还有一个画面，一点皮，好，谢谢特勤部队，谢谢，谢谢辛苦，谢谢。所以你看一个节目，我们用不用心啊？超用心的。从前面第一个节目到最后一个节目，每一个都阵仗都是30-40到100，没错没错。但瓜哥是不是也该让他们来跟大家讲讲话，来拜个年，来跟大家拜个年。
祝福全国观众新春吉祥，庆团圆，幸福美满，好过年。谢谢，谢谢。当然，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接下来这个时段就要交给你的吧。接下来的段落更精彩。对，我们除了有很多艺人会分两队做竞赛表演抢红包之外，今年呢，协志跟人福一样有一个全新的挑战。是的，超感动的。希望可以帮得上忙，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好，这样是我们开头这么完美，就一棒接一棒，是是，让节目陪着大家守岁跨年，是的，没错没错。来，我们欣赏更精彩单元。